子，还有这个电视剧的味道吗，朋友们？来掌声！哎，你听听这个味道啊，你听听这个音乐优雅的感觉啊，因为我们贵阳县是吸氧能力特别高啊，今天给你模仿一段啊，吹一段啊。你的吹着一个东北的管子，男人的总辛苦，你的声音特别优雅。掌声在哪里，朋友们？谢谢。好，下面请。